下这个东西，你要带这个表演在里面，因为他就知道这个好了哈。露营呢、啊？哎呦，啊，你看看看外面。你要看什么、啊？有什么？我也好馋的水。啊，你哪里的啦？我在拿那个洗澡水拿过来。好一点。他喝好就在边上那边。有吸管啊。吸管呢？他的包包放东西掉了。好了、啊，走 ，A 车 A 车的美女。视察放场哦，已经跟好贝尔多，结果呢，他没有来住这边哈，都没有来住过哈，他这边就是变成已经作为的招待所哈，我们到这边。哎呀，那个，那个有点高哎。哎呀，走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常常出借的哈。但是呢，我们主要不是要看这个。好，我们主要看，因为现在遮住了哈。不行哦，用小动物去测试，小动物都进去哦，小动物有出来，我们再进去哈。所以他用四种动物，我们来猜，很好猜，小朋友就会。啊。你我帮听啦，你无你后生关注下啦，哎，你听下看，你听。那是在养鸭，在养哦，那个叫做五分车哦。然后排点就更加上班，更加几行菜，安尼个袂怕算够，更加。对，加出来嘛吼，叫更加叫经营更好，但是无非常有意义哦。还有上面在养猪。干嘛不走？我会停下来看那些东西。小朋友，丁管康到房东来让他卸煤炭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卸煤的地方，叫做卸煤柜、哦，你只要看上啊，你都好轻松。一台煤炭车大概30公分，然后是女生在推的，哦，在哪里？就是指的是武器，哦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是叫做大斜坑，你知道这个坑道底下吼，那个坑道错综复杂，多厉害吗？总是矿工，吼，所以可能隔壁亲戚爸爸妈妈都是在做矿工，吼，但是呢，到尾矿业都收起来。这个会晓，这个会晓。菱角哎，菱角车站。有好看吗？小爱点红。所以以前的吊桥上面有两条铁轨，哦，它现在都只有木板嘛。以前的吊桥上面都会有铁轨，哦，对。然后呢，当然它有限定人数，可能它一次不能超过100个人，哦。不会，你要都找到，一定找到。好，大家去逛街了。
飞起来了。好吧，好吧。金博爷，来看一下。这边平溪乡就是雨多，那基隆河又很蜿蜒，它又不是很平缓的一个地方，哦，所以才会形成这种特色。我把这平溪支线，我伫三貂岭落车，行路行去大华，大华湖确实足水的吼，但是过了迄条三貂岭，阿未到大华时阵吼，你要对迄个右手边看出去，吼，看出。晚上点比较漂亮，晚上点怎么感觉美？还有一下子就上去哈，你要不要去啊？哇！